賣一邊俾佢，佢就話要抄低身份證、個人資料、住邊、地址、電話號碼咁樣，然之後就已經俾佢抄咗資料，就話呢度係禁止群組聚集咁樣。但係你哋係咪多過四個人企埋一齊定係？啱先後先係大概有六個人左右都被他抄了個人資料。